我为什么要这么晚才说呢？今天就莫名其妙多花了商务舱的高铁票，等一下见到他，我一定要殴他一记。谢谢我上飞机和先生讲。好啦，我就为了跟女儿吃饭就迟到了啦。这不关我的事啊。我们可能会迟到，因为塞车啊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制度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我们自己前往集合地，有够麻烦。每周日晚间八点，饥饿游戏。